来生再见吧。睡了吗？睡了。微微，你说我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。你别瞎说，隔壁卖糖粥的陈家阿婆说了，我肚子尖尖，一看就是男孩。你不喜欢女孩？那倒不是，是觉得这世道男人比女人容易些。你要不要拍照啊？拍什么照？王社长说现在很流行给大肚子的孕妇拍照，留作纪念。我不要。拍吧。我不拍，太胖了。我给你拍。你听不懂我说话啊，不拍。明天拍。又一严伟也在。王社长照相了。嗯，给你个大惊喜。什么？看看这是什么。这么快就出版了？织田先生帮了大忙啊。哎，王社长，帮我个忙呗。好，来。干嘛？拍照。我不拍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吧，快去。你说说你，年纪轻轻一小姑娘，整天穿的这么老气横秋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，是这个。来这儿。好了，好了，一二三。严威，不，你能不能笑一笑啊？笑一笑。好，哎，保持啊，就这样保持，一二三。哎，他怎么突然就生了呢？不是没到日子吗？孩子需要做些检查，您先休息吧。哪里？我现在是个男孩。按住他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别动，别动！干什么？
在车上，追！开快点！程恒，把孩子给我，把孩子给我。给你？这可是我们周家的骨肉。给我！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。你我之间还有情分吗？别再叫我的名字！我给过你机会了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你自找的。别动！不要！站住！徐友仪，来生再见吧。是了，周恒已经死了，那些想要杀死你的医生和护士也都被抓起来了，你现在很安全。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。是不是又打碎了奶瓶？不是，就是一个茶杯碎了。切，我才不信你。你刚刚是不是又把奶瓶打碎了？没有啊。肯定是。这不在这儿呢。你前天新买了十个奶瓶，偷偷藏在厨房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还有啊，你干嘛每次冲那么多？我觉得它不够喝。你觉得？你以为它是你吗？我们不能这么浪费的。你知不知道一盒进口的商贸厅奶粉要多少钱？我有钱。你有钱？你哪来的钱？靠这家半个月都不开张的照相馆吗？你还不如啊，去办个枪械持有证，上街收保护费呢。反正我有钱。咋？这花哪来的？别人送的。谁啊？喜欢我的人呢？不要乱收别人的东西。哎，什么时候放的花呀？
看看小兔子，小兔子，来拍照照。不好，这东西哪来的？啊，前两天王社长拿了好多东西过来，应该是他拿的，给我们小宝宝的呀。来，拿着拍照照。干嘛呢？拍照啊。好。一。二。三。你已经和你的过去告别了，我也应该去和我的过去做一下告别。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的身份和来历吗？等我回来，一定告诉你。犯人严威，故意杀人罪名成立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鉴于犯人是主动自首且认罪状况良好，现判决如下，犯人严威判处监禁15年。